姐，我想死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在牢里头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我只有想着你，这苦日子我才能熬得过去。姐，我想死你了。我也想死你了。这爱签到的，这不我找你找的好苦。 哎，轻点，肚脐的孩子。姐，这该不是我下的种吧？你说呢？多久了？几个月了。这么说，我又有一个崽儿了？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 去哪儿告诉你去？啊，对，我又有一个崽儿了，我又有一个崽儿了。哎，多久才能出去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想坐牢了。去，把你们头叫来吧。 老子不想坐牢了，你告诉他，5000双草鞋的钱，老子给定了。哎，对了，打盆食盐水啊，老子要干干净净的出去。走路一定要小心啊，千万不能摔跤。你说，咱们以后是割鸭子呀，还是喂鸭子呀？如果是割鸭子呢？ 那肯定就是像我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也没事。哎，你漂亮呢，好漂亮。来试试。嗯，真漂亮。多少钱？5块。5块。 谢谢啊，大嫂。喜欢就买吗？不喜欢，对。这么贵啊，我自己织的布比他织的好，对吧？那当然了。这县城里也没什么意思嘛，还没有咱们寨子里好。其实我知道，这块布料你喜欢，你就是舍不得买，对不对？不喜欢。 走吧。
怎么不喝呀？多贵啊，这茶就不应该喝。哎呀，别闷闷不乐的了，茶水钱我们还是付得起的。伙计，来结账。多少钱啊？哎呀，没错的，来拿走吧。哎，对了，伙计，我问你一下，刚才我看好像有很多兵仔在这街上走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就知道来了位蔡大将军，又要抓壮丁了，弄不好又要打仗了。你说这城里有什么好的？当初我们就应该回寨子。加把劲就回寨子了，那要走多远啊？你现在怀着身子呢，就是不心疼自己，也应该心疼心疼咱们的西仔，对不对？可是三个月之内要交5000双草鞋的钱，那得多少钱啊？咱们去哪儿找啊？你行吗？不行也得行啊，毕竟这是砍脑壳的事，怎么办啊？那怎么办啊？算卦了，算卦了，算卦了啊！来了，算一卦，趋吉避凶，升官发财。来，算一卦，算一卦，算一卦，长命百岁，不准不收钱呐！哎，这是老天爷在帮我呀！你们知道吗？我可不是凡夫俗子，你们这样的话，老天爷会把你们劈死的！哎，我说。有办法了，怎么办呀？喝完咱们走。老总呢？小帅啊，哎，给你看点东西。这不刘半仙的行头吗？拿它干嘛？那5000双草鞋全靠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哎，你别听了，什么都听不见，他也睡了。今天睡得够早的。神机妙算啊！测字，来，先生来测测字，测字测字，一字天机，神机妙算，测字测字啊，一字天机。怎么了？丢死人了！吃了吃了。你说你让我来干什么？真丢脸。叫你来呢，一可以在城里逛一逛，二呢也可以陪陪我在。你看今天早上咱们在城里逛，你不就看见很多新鲜的东西了吗？那个小汽车不就看见了吗？这城里有什么新鲜东西啊？哎，你这法子行吗？一块大洋算一次，多贵呀！这搁我身上，我打死都不舍得。测字，测字，又不是给你算。你看看这些城里的官太太、官老爷们，那都富得流油，他们都是昧着良心来敛钱的，心里虚得很，生怕自己的作孽做得太多，得个病，得个灾啥的，所以就特别迷信。当然了，这一块大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太贵了，但是咱不是坑普通老百姓啊。咱就是冲着这些城里的官太太、官老爷去，晓得吧？这话倒有点道理，可是你讲那些人信吗？哎，那就骑驴看账本，走着瞧啊。再来一口，好吃吧？嗯。一字天机，神机妙算啊！哎，你不要拿这个，小心肚里的孩子。这个你也不要拿，我来。哪那么娇气啊！你拿这个，这是招牌。讨厌。
哎呀，这都十天了，咱还没开张呢。我看你也不着急。不就才十天吗？闲闲的功夫，长长的日子，不急，不急。这还不急呀？这成天有人测字吗？听你说书凑热闹的倒不少。哎，咱俩弄一戏台唱戏得了。我这书说的好听吧？是不是与众不同？是好听的，管用吗？这十天十天的，一晃眼就过去了。三个月呀，交不上那草鞋钱，我看你怎么办？你让我跟戏台跟你过奈何桥啊？哎，别说丧气话嘛。俗话说得好，活人还能被尿给憋死啊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放心吧，为了你。哎呀，为了我们可爱的小戏仔，一定我会想出办法来的。你就嘴厉害。走，回家了。慢点啊！各位乡亲，我不给你们测字，但是我会给你们讲评书啊。话说这个《水浒》啊，那是相是相当的好看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讲《水浒》。话说有一个人叫李达，手提着两把大鞭，有万夫不挡之难。《水浒》这个李达，功夫是相当的了得。这两把大鞭一下子，哎，董哥，董哥得了，啊，走了，走了，董哥，我说你这测字儿的满嘴的错别字儿，就敢出来跟您算命啊？话说，能把字说错了，也是一种学问啊。得了，我问你，测一个字儿多少钱？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自己看。测一个字儿一块大洋，你是狮子大开口啊！啊，喂，测得准吗？我刘半仙儿在江湖混了这么多年，还没有测不准的字。那好，今天你给我测一个字儿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要是测不准的话，我可是要砸你的摊子，要你的命。请。先生，写个字先。写一个。写一个。先生，你可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呐！你看，你这个人字，在我的招牌前一站，这就变成一个大字了。由此可以断定，这洪江城内没有人比你的官更大了。还有，你看，你这个人字，差点顶到天了，这就可以说明。你的命中注定了是一个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主啊！哎呀，恭喜恭喜呀！官儿很大呀。先生，我说的对否？你给他再测一个。好啊，那就写个字先。
写的看，哎，先生这个人字，比起刚才这位先生来，那可是差远了。你看，你把这个人字写在了手掌心里，这手掌心翻过来是什么？ 那就变成手下人了，这就可以断定，你这个人命里是伺候人的。哎呀，神了，愣干什么？给钱，再给2块。 哎呀，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！不送不送，不送啊！我说过吧，不着急。我看十有八九，那个测字先生。 是在蒙我。他看见我带着随从，就说我是当官的，啊，所以奉承我。又看见你听我的话过去测字，就说你是我手下的，这谁都看得出来啊！好嘛，居然被一个测字的骗了4块大洋！哼！去，把光阳给我要回来，把册子摊给我脏了。 是，哎，等等，将军，不必要了吧？如果那个人真没本事，怎么可以想个办法？既可以把钱要回来，也可以让他的摊子不砸自毁。以将军您现在的身份，要以理服人呐。我们可以。今天总算是开张了。我说过的。 钱很快就会凑齐了，那可没准，碰运气的事儿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你就放心吧。嗯，还有你，你也放心啊。听不见。听得见，肯定听得见。我的话他能听不见？ 劝你啊，这个中午之前不要出门，啊，我保你万事大吉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先生，给我测个字吧。 那就先写个字吧。人，人字。哎呀，不妙，不妙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不妙？先生是用嘴巴说了一个人字，也就是说。 嘴巴里面有一个人，这嘴巴就是一个口字啊，口字立一人，岂不是成了一个囚字了吗？这也就是说，先生可能会有牢狱之灾呀。他说的这也太离谱了，你看他衣着华贵，这屁股后边还带着一些兵，竟然说他有牢狱之灾，这不是吃了豹子胆吗？哎，以后细看了，比说书还有意思。
这摊子肯定摆不成了，非被砸了不可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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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走。 吓死我了！这古灵精怪的，你什么都敢说啊！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那几个人往那儿一站，我就全看透了。难道你真的成了神仙啊？嗯，那可不是嘛，我就是神仙。哎，那你快告诉我，你怎么把他给看透的？以前你见过他？咱们俩是不是整整待在一起一天了？你没有看见？ 我怎么会见过呢？你别卖关子了，你快说，要不给喝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你发现没有？站在那儿那个当官的，我觉得不是真正当官的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他脸上有没有写字？你不晓得了吧？你看看跟在他后面那几个兵，对他是一点都不尊敬。还有这些当兵的。 最讨厌的是什么人？就是坐过牢的人嘛。所以从他们的态度，我可以判断出，他是一定请来一个死刑犯，来冒充当官的，来我这算命来了。真有你的！啊，后来呢？你再看看那个当官的，虽然是衣冠楚楚，可是说话办事儿哪有一点当官的样子？ 所以那几个当兵的对他一点都不尊敬。况且，这真正当官的人，哪有是面黄肌瘦的呀？最可笑的是啊，你看那个人，左顾右盼，畏首畏尾，根本就不敢在那几个当兵的面前摆官架子。我这一猜，我就想，会不会是昨天来算命的那个当官的，觉得不过瘾，又专门找来一个囚犯，来试探我来了。 你还记得不记得，那个人一上来就说了一个人字，我就看着他，连说了两个不妙啊。这个时候，那个人是一点都不惊讶，反倒是后面那几个当兵的，觉得有点吃惊。当我再说到，哎，我觉得你有牢狱之灾的时候，你再看看那些当兵的，是点头而笑，我就一下全都看透了。 真有你的，嗯，怎么样，我是神仙吧？就是不是神仙也是半仙儿。什么个情况？将军，不得了了，那人真是个神仙。说仔细点。哎，既然一到那儿，我们刚说了个人字，那测字的就知道他是个死囚，我们都听得真真的，要不是哥几个都在。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，居然这个都让他算出来了，不是神仙是什么啊？不，比神仙还神仙。他昨天说我什么来着？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主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。 看到测字先生今天解了这个谜团，想必真是老天爷给我们派来的神人了。他说您鸿福齐天，这乃天意呀！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！好，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！明天给他送块匾，匾上就写上“赛神仙”，给他送去。啊，是。你就记住我一句话。 多行善事，多多布施，我保你是家里平平安安，啊！谢谢，谢谢。下一位，来，写个字吧。是不是这段时间晚上经常睡不好觉啊？测一次字是一块大洋，不出三日，你丢的钱财一定会回来。相信我说的话。 谢谢，谢谢啊！恭喜贺喜，在下的店铺能得到先生的镇宅之宝。
真是感到荣幸之至。郭襄，郭襄，在下特意准备了一些绵薄之礼，还望先生务必笑纳。哎呀，这真是不好意思啊！你看，住在你的小店里，还收到你这个礼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免费算上一卦，但是呢，有一件小事还是想和老板商量商量。你看我们这个月的房租钱，是不是老板可以帮我们免掉啊？没问题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写个字先。这钱啊，总算是快凑齐了。哎，今一天来测字的，关老爷和关太太有一二十个吧，有的都快成了熟脸了，隔三差五就来。说没事，听话，听见没有？睡觉。嗯。睡吧。怎么了？啊？肚子疼，肚子疼，那是不是吃坏东西了？哎呦，那你来来来，先坐下歇一会儿吧。金彪，刚才是要生了，要生了。哟，那怎么办啊？你别慌，快到牛棚了，快把我扶进去，快点，快点。行行行，别着急啊，慢点。金彪，啊，很疼是吧？嗯，等一会儿去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对对。哎呦，肚子好疼啊，金彪。慢点，慢点。来来，慢点呗，快点去。来，别带，你脾气养烈，还不足月就要出来。别愣着，快去给我弄点热水来。快点，把水烧热了。好。的服务，看这小哈子啊，看上去啊没里没面的，实际上啊肚子里啊还真有货，下载的速度啊还真快耶，不错不错。来来来来来，小哈，给你吃个萝卜，来，给你吃，慢慢吃啊，啊，吃啊，吃萝卜。哎呀，是你婆娘的奶，你婆娘在这呢，走，我要赶回家去，快走，烦死了。快走！哎，万三叔，一会儿。小孩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掐指一算，我就知道你是数筷子的命，只要吃饱了，就啥事儿也没有了。好命啊，命好啊！我再给你算算啊，我保证你后边。
还有两包仔嘞，好福气，好福气啊！走了啊！哎，菊花。哎，这个半仙儿，讨厌起来真是讨人厌，可有的时候你还蛮可爱的。嗯，小哈。十里八寨的苛捐杂税啊，总算是给交齐了。这帮砍脑壳的再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了。五寨一身轻。哎，对了，姐，咱们还有点富裕钱，要不要给天火买点衣服啊？这小子个子长得快，这一转眼很多衣服啊都穿不上了。不用了，我把他的袖口和裤腿再接接，还能凑合一年。咱们能省一点就是一点。哎呀，姐呀、啊、姐、啊，你可真会过日子。天火，有阿妈美阿爹的野种，给我趴下！趴下做么事？给老子呀，当马骑！为什么每次都要我当马让你们骑？因为你呀是野种呀。我不，你这个野种，你这个野种，你这个野种，野人的军花仔，又欺负我弟弟是吧？找死啊！你为什么像狗一样的被他们耍？他们欺负你，你就跟他们打呀！我打不过他们，打不过也要打。你是个男仔仔，怎么这么没出息？我就是没出息，谁叫我是个野种？刘老祖，我恨你，你不是我哥。抗战时期，保家卫国人人有责。你们的仔已经光荣入伍，你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他还是个孩子。对呀。蒋委员长说了，抗战，地不分东西南北，人不分男女老幼。走，走开，走，别动！干什么你？你没看到这个女的？别动！非常时期，谁敢抗命，就是破坏抗日，格杀勿论。你别动！刀枪无情，不能蛮干。你留想想办法，救救老族。姐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兵役征集所找他们去，和他们好好理论理论，一定会把老族带回来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算是个保长。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，我就不相信不能把老苏带回来。那你好好求求当官的，不能蛮干。你要是出什么事，你让我怎么活？在家里等着我，我现在就去。走，快快快！你们太不讲理了。民国兵役法规定，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。冯叔寨张正英家只有一个娃塞。抽钉怎么能抽到他头上呢？现在是抗战时期，改成两钉抽一，谁都知道
枫树寨的张寡妇早就生了一个野种，这不就是两个崽吗？两崽仇一，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！这事儿你跟我说没用，有种你们找接兵的部队去说去。你们也太不讲理了，吵什么吵？国难当头，你们还有时间在这磨牙？赵所长，这壮兵还差几十个，你要给我抓紧时间，耽误老子带兵上前线，挑起军阀从事。这国军三天两头来抓壮丁，这十里八寨的青壮年几乎抓的没剩下几个，我又不是孙悟空，还能给你变出人来？少废话，能多一个是一个。这小子是干什么的？哦，这是协和乡第九堡的堡长，他也是来向我要人的。要人？老子人还不够呢。看你小子身强体壮的，别闲着了，扛枪打仗去吧。哼，你说了不算。为什么不算？我是堡长，我当兵必须经过乡里同意。乡里算个屁，抗战时期谁也不能阻挡。哎，那我绑了。这能打？好身手，你有这么好的武功，不到前台去打鬼子太可惜了。小子，你以为你面对的是地痞流氓，这是堂堂的国民革命军，要死要活一句话，去还是不去？去也行，但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说。我要和刘老族在一起。刘老族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的哈塞。好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好样的，我答应你。赶紧想想办法救救老族。赵所长，啊，这小子挺有意思的啊，有点意思。大哥，老祖宗说过，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请大哥放我下山打鬼子吧。你脑子进水了还是鬼迷心窍了？这东洋鬼子和汉人，他们打他们的，关我们卵事儿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中国人呢。这东洋鬼子跑到我们中国的地盘上来杀人放火、强奸妇女，坏事都做尽了，我们总不能袖手不管吧？要管也要等东洋鬼子到我们马坡寨再说，你明白吗？大哥，这鬼子都打到常德来了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打到常德怎么了？常德离我们这还远着呢。再说了，这中间有水拦着，有山挡着，你怕个卵啊？如果大哥你不同意的话，那我就只好自己下山了。得罪了。你擅自下山可是要犯了本寨的规矩。要走也行，留下你一只手。大哥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下山打鬼子。等我杀完鬼子回来以后，我再把这只手剁给你。不行，这规矩是铁板钉钉的，谁也改不了。除非你今天把我放倒，你来做这山寨老大，否则你老老实实在这儿给我待着，哪儿也不能去。大哥，天底下的人都像你这样糊涂的话，那中国就要被东洋鬼子给灭了。你我还有山上的弟兄们都要成亡国奴了。放屁！别这么多废话，要走先把我放倒。大哥，万事我都可以听你的，唯有这事儿我不能听你的。那就是对老祖宗不忠不孝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只好得罪大哥了。哼，好啊，这鬼子还没见着，你倒先找脾气了。今天我倒要看看，你是怎么把我放倒的。
果你把放倒了，说明你小子还真有点打鬼子的本事。我也认你。大当家的，山猫子是倔牛，没脑子，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都散开，谁也不要拦着，谁要拦着，就是和我过不去。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哼，躲开。我，你就别想走出这片林子。哎呀，大当家的，雨将熄。